你好，我是董小新，我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，我精通英语、德语、西班牙语、韩语以及日语。我的业余爱好就是家政，我特别喜欢做菜。您看一下，这都是我做的菜。我还会打毛线、跆拳道黑带，喜欢打游戏，参加过 WCG 比赛。别墅。早上好，早，早，早上好，早，早上好。聂璇璇，我的咖啡还没到啊。发票也不对，开头写的也不对。给。李璇璇，打印机没纸了。哦，好，你再看看。老板，你再给我看一下。嗯，好。李璇璇，帮我订一下晚餐的餐厅。好，放心啊，马上。唐栋，换个家政吧，连消毒水味道都盖不掉。老板，这已经是这个星期第六个月了。我朋友律所的人说你十项全能，效率极高啊。可能是被成立逼的吧。经历了他之后呢，做现在的工作都特别快乐轻松。轻松是感觉到了，但是快乐去哪儿了呀？怎么回事啊？可能是刚来这个工作没什么归属感吧。不过心态不一样，跟成立一起工作的时候每天都谨小慎微小心翼翼的，不过有一点进步就特别开心。但是现在这个工作虽然游刃有余，但是就没有那种小鞭子抽你的感觉。你说你是不是欠虐？哎呀，也不知道程立现在怎么样了，他那么多龟毛的生活习惯估计很难找助力。哎呀，你就别担心人家了，他怎么会缺想给他干活的人呢？林学轩，
林轩轩，你现在立马给我回来！轩轩啊，我这有点事儿，你回来一趟呗。